哇，大家，现在你们一定不懂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我就奇怪，怎么阿妈会叫我拿相机还有手机，然后现在我就是在车的后尾箱。喂，哎，讲真的，两个小时不够看的，有我关我多关我几点啊？详情为什么我会在后尾箱呢？你们去看阿旺影片就懂了。然后我现在就被困在这里，听说是要想要困我两个小时啊。哎 ，one more， 笑喂，骗阿旺个啦啊！喂，放我出去啊喂！慢慢等。耶、yeah ！已经很好了，我给你两个小时。笑哎、欸！怎么你们没有事啊？我们本来就没有事的，因为没有人敢 prank 我们。哇！这样 Ivan 呢 ？Ivan 你是有 prank 吗？啊 ？Ivan 也是有 prank 啊 ？Ivan， 你要等他一下，他现在下来的。是啊，他也是有中啊。他也是有中啊。原来阿元和我一起中啊，我们中了这个圈套了。Holy！ 哇塞，我不知道做什么。阿旺给我准备了一瓶水在这里，喂，还很贴心哦，而且是冷的哦，冷了冷了。还有袋子，刚刚阿旺就讲准备一个袋子给我小便用了，可是这里有这样多个，应该是这一个袋子吧。然后他讲给我小便用的，然后还有 power bank， 怕我的相机啊，或者是我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可以来用，是算是蛮贴心啦。而且还有 cable， 耳机给我听歌用，我老喂。我在想，其实我困在这里的，其实也不需要用到耳机，因为我喜欢热闹。他们现在应该是正在引导着阿元下来，所以我很期待阿元的遭遇，是不是跟我一样？香妹，不要咬我，很晕呢。我现在试试看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开刀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开刀出去的话，他们就死定了。哎！喂，小伟，你在哪里啊？喂，不要上当了，喂，不要上当，不要上当，跑哎，跑！惨了惨了，阿元遭殃了，他们引到阿元了，紧走，跑哎，小伟，不要让他们摆布哎，不要让他们摆布哎喂！哇塞，我不懂什么情况，因为我听到他们好像已经把阿元关进后尾箱了，看来也是难逃一劫了，怎么办呢？诶，刚刚阿旺他也是有叫我带手机还有相机，然后才引我来，我觉得他也应该也是有手机还有相机吧，这样我想我觉得应该可以哦，联络阿元哦，我觉得他应该是用他自己的电话吧，这样的话我有他电话号码，我可以，我试试看过后他进去过后我再联络他，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这里应该是没有的出口啊，也没有任何的位置。开不到，完全开不到。开不到，开不到，完全开不到。现在这个时候，阿旺真的是要报复了，很热，现在没有什么空气，很热，要关在这两个小时。哎，没有空气，快点，没有空气，放我出去，没有空气喂。哎，我需要看医生呢喂，真的，我头很晕呢喂。我听得出现在阿旺对着相机讲话，所以他应该是拍着东西了，他真的没有要开门给我哎。哇，现在要怎么办啊？喂，放我出去耶。喂，放我出去啊。放你出去啊。你讲话。我要出去。可以可以可以，他真的够恨了，真是。哇，怎么样？啊，什么事情可以做啊？这个其实到底能不能开嘞？这个门？什么啊？你讲话啊！你一边敲一边讲，谁听得到啊？我要告你们非法经过！哎哎
我要放毒烟进来啊。What the f-？ 放毒烟？什么鬼哦？喷雾机的味道啦，你要是吗？哇！不要玩哦！我的 f-， 他们讲如果我在抄的话，他们就要放那个皮质喷雾机放进来，很臭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算了。刚刚我就找到了阿旺所说的那个纸袋，就是这个。这个纸袋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室的时候丢垃圾用的纸袋，然后就是他给我小便用，他讲这个我觉得在这里小便的话有没有纸袋也差不多都是会露出来的。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先试试看打给艾文，因为他应该也是有一架手机在手，所以我现在试试看打给他。 OK， 喂，小伟你在哪里？喂，我在你隔壁啦。哇老喂，怎么这样笨，我叫你跑了啊。我叫喂，我被他们抓着我这样跑。哇老喂，哎，我觉得其实不用太慌哎，讲真的，因为反正都出不来啊，我们就活到开心一点。要啦，我跟小兵在开 party 啊，不要乱啊。喂，谢，他们骚扰你妹妹。哇，到我了，骚扰我了，点咩？我觉得反正出不来啊，我们就玩到开心一点。光明，怎么？你那边有水吗？那边呢？有啦，下尾还有耳机听咩喂？跳来。来啦。在哪几年啊？本来，我拿了咯。来 ，three, two, one, 呀！哇，我第一次被困到这样开心了喂！所以讲，做人啊，不管你身处在什么逆境都好，你都要乐苦中作乐，懂吗？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反正都出不去啊，就好玩一把。我打算要开音乐哦，要开party了。我要开音乐来听歌，然后喝汽水。我刚刚还拍有一点缩力性的。爽哦，我也是喂。我在想，如果有密集恐惧症呢，被困在那边嘛，死掉了。我觉得应该是啊，还好我没有。哎，这样啦喂，我们一起开 party 啦喂。来，你开音乐啦。我现在不能开，关了，我们一起开啊。我们开大声一点。不要开有 copyright 的歌，你懂吗？等下我们的 content 都不到。可以啦，我们开 NCS 就可以了吗？来啊，我们开。他这样子困我们其实还不错啊，他还会叫我们拿相机，我们也可以拍一点我们的。是啊，我们自己的 content。我准备要关机了，我要听歌了，我要好好的享受了。OK， 睡。我觉得不可以，我要活到比较好。我觉得我要好利用这些资源做一些事情，让自己爽，开开心心过新年。首先这里有一瓶水，有电话，有耳机，还有插件，至少啊还有一个 power bank。我觉得。有一瓶水也够我享受了吧。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试试看开一首歌来听一下，当作开 party， 开趴好不好？我觉得谈判也是没有用的，既然已成定局啊，我觉得就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让自己开心一点好不好？现在我觉得空气越少。 OK， 首先我们找 NCS， It's party time， Yeah， Come on man， Let's do this其实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在里面是有点狗啦，是有点闷啦，可是我觉得我的 party 玩得很开心耶。哇，可是我现在已经玩完了，我的汽水也喝到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东西做了。唉，现在几点了耶？现在在想几时可以出。刚刚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好消息，就是刚刚阿旺打给我，然后他讲我开不开心之类的，然后我讲我很开心啊，我很想要关久一点啊，然后他讲他不像我这样。他不像我这样冷血，他讲他会
比我好，他会给我一些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味着 maybe 啦，就是他会提早开门给我之类的，因为感觉上这样，他语气也是好像 OK， 就拭目以待。因为现在我不懂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听不到外面有什么，我也听不到他们在讲话，外面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情。把他好像在跟着阿元讲话，所以我现在只能等了。然后这个是枕头类的吧，我觉得我可以拿来躺一下。舒服啊，就这样子啊。哇，他们开门给我了，至少是凉的，是凉的。这样还好吗？这样还敢关我吗？你懂那感觉是这样吗？就是哦，关着的时候很热吗？一开起来好像有冷气这样。哎，我出来了，我自由了。原来阿元关在这里。Yes， 我出来先了。哇，一个一个爽哦，关到我。开箱吗？哎，怎样？哎，可以做开箱。怎样视频？我来开啊喂！你进去的时候是白天，然后出来是晚，已经是哎，已经晚上了喂。那感觉奇不奇妙？哇，我觉得好像睡了一场觉这样，结果就是在这里睡，我的床。再开，再开，再开，想开。哦，哇！哇！掉出来了！哎，关进去，关进去！哈还不出来等我？冷气。冷气是冷气啊喂，跟我一样，我也是觉得在里面的时候很热，然后瞬间开门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吹冷气一样，非常的凉爽。因为你还在那边嘲笑我，你们要看那个影片啊。哎，我们在里面坐过到好像派对这样，我就很开心。我刚才看到你们还在里面。我刚才看到你们在里面 live 嘞，几开心哦！你们开心哎，享受整个过程的。哇！今天礼拜我们就出来了，耶！好啦，所以耶， yeah. 今天这个报仇计划就到这边了。哎、欸，派我这么？没有，我觉得我们你们自己，我觉得我们结尾时啊，也用在你那边，你讲我们一起 end， 是不是？来，你讲那边。耶、yeah, 哎、全部在后面，全部在后面。行，哇，这什么形式来的？我很奇怪。我们今天连结尾的时候省起来， yeah, 我们由阿旺来讲。阿旺一个人讲的是非常舒服的状态。今天这个报仇计划就到这里了啦，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按 like 啦，然后要记得 subscribe 我们。这种这样官方的省起来好不好？是啊，可以直接嘛。OK， 所以。OK， 再见啦。